那么在这里还是要送给大家一个小惊喜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啊，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个瑕不掩瑜啊，看看能看清不。哎，本人的墨宝也是我今年要送给大家的话，希望 lucky to you， 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 lucky， 也是希望大家这个看完我们感动日记之后呢，收获更多幸福和快乐。这咋写啊？想做追锤的吧？Lucky to you.